为了落实希望工会的目标，乐工局的做工行政团队的假日持续进行修缮的工课。这回由头水工会志工朋友分别前往关店甲将军进行修缮。这次来协助进行修缮的志工朋友是全家出动，热心助人的精神使人敬佩。对这我感觉做这真有意义啦，会当帮助一寡安尼较弱势的。啊，咱拄啊做这做咧做工事，本身也免阁去请人开钱，就咱家己的工来服务安尼吼。我感觉归口罩来做，阁较有意义啦。爸爸跟妈妈在做志工，然后因为他们都有年纪的啊，因为这边假如我可以来帮忙的话，就可以分担一些啊，也会比较就是比较顺畅，因为都是同一个工班的，然后就想说那就参与看看，然后参与之后就发现社会上还有很多那种弱势团体，然后需要我们帮忙，然后刚好就跟着爸爸跟妈妈出来这样行善这样。这嘛是做工行善团协助修缮的第199到200间的厝，希望在咧上短时间来完工，让安住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下个礼拜同时会完成我们的第199跟第200户的部分，再次代表我的市长感恩所有的志工伙伴都利用假日这样密集的赶工，让这些房屋能够把它修缮好，在我们这些屋两岸的案子都能在农历过年做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居住环境，让它好过年。这几年来透过各种不同专业的志工同心合作，完成案件数来到200件，不但让社会加了一份温暖，同时也协助市府将台南打造成适合居住的城市。南投新闻台三将军采访报道。